火炬，求唤醒亿万英雄儿女，不懈奋斗为中华崛起。七十年前你站在这里，双手汇聚着五星红旗，激情燃烧在中华大地，我们从此展演的战旗，民族之光在这里，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，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人民期待，民族重托，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。